杰出表演团体，这个团体呢是由我们的艺术总监张永毅老师的这个指导，历年来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新作陆续在发表，不但是这样，他也是我们桃园的光荣，甚至于呢足迹跨越国际，也一直到澳洲啦、日本等国家来演出。这么优秀的团队，我们安排在今天的第一个节目为各位呈现，掌声的欢迎敦青舞蹈团，有请。好，掌声欢迎他们。
宾，桃园市，欢迎您。